欧巴美丽，欧巴，欧巴。呀！哎呀！哎，为什么弄？好的，各位，两队要同时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位呢也要玩刚刚他们单个项目，先挑战耐痛度。有时间吧？60分6啊！让你们 wake up call， 哎，难得天气舒服起来，30秒计时，预备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哇！哇！哎哎，两位是用生命在拼哦，因为他们有看到唱跳甜心这件事哦，对，可以陪伴你3天里面快乐的好日子。最后5秒，3、2。有，真的有拼命，真的有拼命。好，先公布，达达这边几下？达达48下。48下，很高哎。Kit 这边几下？57下。好，来，你可以先选一枚，来。好，来，来。欧巴魅力感觉欧巴蛮强的呢，寒风哦，会不会是潘老师又来了？潘老师他最近那么闲哦。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如果潘老师的话，应该是魅音天后。谁的敌人？哦，谁的敌人？魅音妹。好，我选4号。4号。偶像型男。偶像型男，来开。呀！呀！爱心一点啊！哎，你偶像新人后面要加 ED 吧？他过去可能是啊，哎，里面不缺氧了，换一点啦，大声讲话好一点。怎么了？里面是三温暖一样啊！我知道了，他根本在这找废咖啦。OK， 都废咖。哎，我知道怎么选了。OK， 我知道怎么选了啦。你选的吗？我选。开心一点啊！我开心，我开心，我开心，因为如果是。废咖里面这几个的话，好，你算 OK 的，你算 OK 的。好，那打台也先选一个，好，我选你刚刚跳过的，欧巴魅力，欧巴魅力，欧巴魅力。好 ，Open the door。3号，欧巴魅力，欧巴。呀！呀！哎，为什么那么开心一点呢、啊？我刚刚真的有想到是他，好险！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我刚刚很强呢，很少这种小队长，新的绿茶诞生出来，小队长不满意、不开心的事，连关主都觉得太开心，干嘛这样？